天热了不想做菜，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榨菜豆腐鸡蛋汤，它是去过皮的，口感清新爽脆，平常用它炒肉丝、炒鸡蛋、烧汤、喝粥都非常的好吃。再倒入清水，豆腐煮两分钟，加入盐鸡精调味，淋入两个鸡蛋液，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想喝你也做起来吧。